姊妹，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啊！我们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，那就要多一点洗手啊，不要到处乱跑啊！这些疫情比较严重，比较紧张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也相信主耶稣会祝福我们，保佑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亲爱的爸父，谢谢你今天将我们这美好的机会，可以学习你的话语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，你对我们的计划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诗篇73篇第26节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哇，这个经节讲得非常的有意思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上帝是我的力量。在这里呢，我讲肉体的意思呢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哈。不知不觉时间的这个，我说岁月不留人哈，我自己也忘记了自己已经50多岁了。然后呢，好胜心还是很强，跟孩子侄儿打网球呢，都想打赢他们，脑子里面一直记着他们是小孩子，我们教他怎么去打球啊，怎么去打网球。那现在他们逐渐长大，我们呢，肉体呢也慢慢的衰老了。那我们没有他们这么魄力了，他们力气很强壮，我们都老了，所以我才领悟到，哎呀，他们不是小孩子了，他们已经成人了，哎呀，我自己也是不知道，完全忽略了，我们人啊是会衰老的，衰残的，但是呢，上帝是我心里面的力量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说年龄虽然是老了，但是心里面啊，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圣经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经节，那就是呢，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在这个保罗班德医生与杨腓力合作的神的杰作，他们写了一本书啊，很有意思，神的杰作。他们在这个研究呢，蜜蜂鸟的心脏只有几公克，每分钟跳动800次。那个鲸鱼啊，那个蓝鲸鱼啊，这心脏重达1.5吨，每分钟呢只跳动10下，但在3公里外呢都能听到这个鲸鱼的那个心脏的跳动。而两者相比呢，人类的心脏有实用功能，却似乎没那么神奇，但它呢乃尽忠职守，每天跳动约10万次，每分钟65到70次。我们的心脏每一分钟跳动65到70次，从不停下休息，让大多数的人能活到70岁，甚至更长寿。哇，我看了这个神奇，这个神奇的心脏，充分的为我们的生命呢提供了动力，它已成为我们整体心理健康的什么呢？象征。所以那个医生哈，当这个我妈妈得到癌症的时候，我就好奇好讲，每次都跟这个医生接触。他说呢，人呢死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心脏呢，就是这个疾病呢攻击的对象。当我们的心脏软弱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呢就不能够延迟下去了。所以我们明白，我们人哈是真的有限的，但不论是我们的心脏或是心境都很脆弱，很脆弱，都会逐渐的衰败。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这个诗人啊，写了在以色列的诗班班长，他在这个诗篇其实上面写的明确的指出，真正的力量并非源于自己，而是来自于上帝。这个诗人写的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
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个诗人说的对，永活的上帝是我们直大且永恒的力量，他是天地的创造者，他知道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限制他的潜能，因为他是创造世界一切的主宰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。在充满困难和挑战的时刻，愿我们也像这个诗人一样，从困境中领悟到上帝是我们内心真正的力量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依靠他的能力而心得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岁月不留人啊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那陪我们长大的明星啊，林青霞、秦汉啊、双林、双琴啊、珍珍啊，这些明星都是我们的偶像，那时候是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啊偶像啊，邓丽君啊，这些都是我们，成龙啊啊，然后呢，万梓良啊、周俊发啊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偶像。但是今天看到他们的脸孔，看到他们身材，哎呀，我们都下了以往的哦美女，现在已经衰老了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心里面的状态和属灵生命是如何相成呢？当你感觉失去信心的时候，要如何从爱你、看顾你的天父得到力量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今天受到很大的委屈、受到很大的压力、受到很多的挫折，记得耶稣是我心里面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。好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明白，主啊，我们虽然软弱，但你却刚强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无能力，但是只要我们依靠你啊，我们的脚足就站得稳，我们会战胜我们的犹豫、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忧虑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你完全明了我们的处境、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伤心、我们的一切的烦恼。谢谢你主耶稣，你是这么了解我们、这么认识我们的阿爸父。我们爱你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都仰望、都交托在你手里。哈利路亚。